打巨魔再不赢，我就再也不玩巨魔了。娘的！欢迎来到，我不去，你们自己去，我才不去呢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也是巨魔刽子手。找地图了，好，给他放回去。全军出击！这把专拆不打团行不行？我本来也没想打团呢，你看我哪把像是打团呢？我没办法，我不去的话，我家让人拆没了。人家拆的比我快，完事回来守我来，那不白打了吗？爬着打野应该能打别的吧？爬着不会也过来直接打蓝 buff 吧？漂亮，下路打得不错。下路打，我们才能打蛤蟆。不行，我们把三狼也打了得了，你们觉得呢？算了，有点过分了，拉倒吧。我其实想让他的上路上半段野区颗粒无收，明白吗？狗头人舒服了呀，狗头人。你这狗头人挺放肆啊，闪现咬吧，没办法，他交闪，我不交闪不一定能追得上，正好回来收兵，扛两下了还跟我打，升个闪，挺放肆啊，小狗头，我这叫巨魔。有些狗头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前期老这么凶，玩个狗头人还这么凶。哎呀，这边宣布吧，确实是可以宣布了。这波我们细节一点啊，顶一下小兵，让小兵往后走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吃拆塔。我咬，再收一波吧。其实应该回家了。哎呀，这兵补的，顶他，回家了。好收啊！我在吃人的时候喜欢放点调料。这把水银海，或者是三速海，不点海也行。三速海、水银海、不点海都可以。其实对面全 AD 的，这把应该挺好打。最近这中路佛爷哥玩的人挺多呀。顶！妈的，这个酷北这么讨厌！那你这不死了吗？讨厌的酷北！追不上，你再给我枯萎一个，我看看。
你再给我枯萎一个。确实这个枯萎是挺讨厌的。 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我决定立刻来个二速牌。来和我玩吧。塔皮没了，两层。算了，一层。两层可能要交着了，回家了。先回家把水银海出了。这人整个小黄书，整个多兰界。要跟我玩 AP 狗头人，那不好使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枯萎将对我一点用处没有。我是巨人酋长，我国王，国王。去拿蓝去，一会儿呢，这十秒多呢，先从线上出来，出来一会儿再拿。三速鞋只降低减速效果，没用，不降低减速时间。水银鞋带降低减速时间，减速效果还是带减速，没用。惨了，真有。走，直接去打去。那蛤蟆搁中呢，赶紧打。省得蓝不够用，上去把狗头银杀了。狗头银这波有闪，不过已经没有用了。两吸，咬，抡，你的枯萎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，闪现频飞接咬。你这玩 AD 的多好，非得玩个 AP 狗头银，咱也不知道有什么用。两层塔皮，不要管他，没伤害。除了那 E 技能有点伤害以外，其他的都没伤害。顶，咬，哎呦，这一个坑。这一个抠抠这么多血，能抠这么多血吗？哎呦我这抠，没事，我们将 buff 缓一波，等个十秒钟传送，再把蓝 buff 拿回来，不要慌张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对，你就好好的拆我的塔皮。我来了，怎么的？你还要再带一波啊？他也不走了，我顶，跟我互拆。这不 buff 又转移了吗？跟我比拆塔是不？跟我比拆塔，跟我比拆塔。
化为尘埃呢？挺烦人呐！你挺烦人，你是挺烦人，跟我拆，跟我拆他。去把这打了，我会让他见识一下寒霜之咬。啊！你在我的王国里打一个爆破。我不丑，但他们快要变丑了。这蛤子怎么回事？他去找蓝枪来了？没有啊，他在这打蛤吗？我找他去。谁家的佛爷哥？对面的吧？扎不死，对对对，漂亮，好大，双杀不错。我们先回家，来个提亚马特。再来个十字镖，出门。下路也拆没了。格莱文八级，这把没太用啊，格莱文已经杀疯了。啊，格莱文死了，死的好啊！这狗头银，这银头拿的可以啊，这银头。二塔拆了，拿个蓝。拿着来守上路，我们就去拆中。我们就要贯彻一个东西，那就是吃不挨。拆完就跑。我一手跳弹，那就把他抡死。闪现人还挺多，哎，好闪！哎呀，这蛤子踢这么准吗？准呐！怪抠，专注。化为尘埃。盖。哎呦！峡谷放了吗？峡谷放了。我得来文，再来一刀。那得来文也不太行啊。没有人。狗头人咋的呀？长本事了！你给我死！哎呦，全是残血！
拉克斯拆不拆？拆中！哎呦我这怎么死的？杀我们家扇子吗？你走开点行不行？一控控三四个的。他们怎么老来守我呢？对，守守我，我顶。蓝枪下来干，我赶紧去中。哎，这是迂回知道吧？对面全可下了，赶紧拆上，赶紧拆中，拆完就赶紧跑，走位，我吸你。你得要知道战术，将我们的战术贯彻到底，那就是拆。你以为我要跟你打架，其实我是要拆塔。有人吗？没有人，我继续了，算了。有人，我们撤。游击战。狗头人呢？我找到他。那个枯萎挺烦人，怎么跑中路去了呢？哎，他们杀拉克斯挺好啊，正好，赶紧杀拉克斯，我们赶紧上高地。不管他们，那德莱文去了，看见没？不管，我们赶紧拆。对面来了，我传送到上路。赶紧打架，打架完事以后我们直接拆上。顶一下，吸死，拆。就即使这波队友没打赢，我们也赢了。队友打不打赢，我们也都赢了。终于算是有点正常人了。我肯定是 MVP， 不用想了这。